杀就好了，德烈加猫六级开爽，前面就是慢慢杀绿就行，有点慢了。
得克制忍耐啊。好起来。啊，就是没什么办法打架。失误了，让人非常的难受啊！黄沙的，我的原因，黄沙没了。打自己的原因导致这个双杀没了，闪现没交出来。完美是不可能的，不过这不就是人生吗？那是太难玩了。莲花准备就绪。
你跟我的，先走一步。啊，新鲜的空气，太难得了。拼后期的代价呀。下一波摊灭我，下一波我直接打了。下一波我有大招，我直接打一波了。不知道对面会不会给这个机会。他交易的，所以我才跳下。现在我并不是平常人，但困难难得说过，做人
好，无敌了，兄弟！这波打完全回来了，这波打完全都回来了。所有的劣势啊、没有说全打回来，但是打回来一点的。只要小龙这样一拿，我想都不敢想啊！难道也死？刚刚好像死了吧？别管，就别管，你别管。杀个诺手，原来啥技基本上大多数技能没教吗？大爷啥没按出来，大爷被控到死了也没什么办法。OK， 大龙掉了，刚说不急的，搞了波大的，
对啊，这就不着急啊，死了他死了就死了呀，大都不会掉了。不过问题也不大了。我不想打这条小龙啊，我觉得打就炸，我觉得我反正我是这么觉得，打这条小龙打就炸。远不来吗？我也急了呀，看到，哎，我确实急了，有一说一。发育魂，发育魂！训练完成，看你敢！谁想上吧？发个 F 六吧，红我不开。等级有点低了，12级。你看他们中上等级多少啊？216级的。他们两个16级的话，我打他们伤害就没那么高，他们打我伤害很高。没事，死了就死了，无所谓的。功能完毕。我一直在保护我的同胞，当然也可以。死了就死了，无所谓的。他们等级太高了，有点难蹦啊。刷呗，大家都刷到18级。完了，大家都玩到18级的游戏开始。
那句话刷，大家都刷到十八级，比谁厉害。难道好像给身位了，只有他还有螳螂，最多加个螳螂。现在威胁最大的是稻城人，现在威胁最大的是稻城人。哎，其实我可以交蓝盾啊，交蓝盾乌吉尔被挂减速，他不好说的，反正他会死啊。是啊，感觉蓝盾交一交乌吉尔被挂减速，他还能把他留住啊。换假胸，因为感觉还能推一个人。
好，我想要 A 这个果实，跟他 A 的。没把他小火龙死了，我没想到，因为那个我看那个维鲁斯被我打得差不多了，应该是吃技能了。